吃饭，走走嘛，看看一眼，那不中，看看监控，看一下。他不是真的是一路上在变的，都采摆金融的。还喂牛奶，牛奶，牛奶。3月初发布公告。啥时候考？没说。3月初发布公告，估计搞定转账。肯定是上半年。公务员分好几批考试。新乡五里都是常远人。前进。你接受一，他只接受一嘞。接受一，他让他睡着了。他不小心录的。嗯。给谁录的？谁说？他给你村的闺女。谁说的话不对？你媳妇儿。不是他闺女。别吵我的笑，我戳过你，我戳过你，那是直接那个，这咋了？都着事了，那就。